有加害的前成员穗珍在2021年因为争议的影响不得不退出团体并离开了公司，让许多粉丝觉得非常惋惜。而先前穗珍默默的潜入了粉丝为他所设置的生日咖啡厅，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刚还有人在逛街时遇到了穗珍，穗珍认出了该粉丝并脱下口罩打招呼。而近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穗珍一直开设了个人的 IG， 虽然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，但看照片的模样以及风格，真的就是穗珍了吧。隔了这么久，真的很想很想穗珍，相信哪位男们一定都非常开心吧。